大家好，我是蓝宝石，我是灵魂出窍、千里眼以及穿越时空的大师啊。明年呢，就有那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大选啊。那很多人呢，想要竞选，也有很多人已经参加了，那也有人还在观望啊。这一大堆的啊。那其中有几个呢，我就先把他们啊讲一讲哈，我调查一下他们的前世哈。那他们的前世跟真世会很有关系的啊。为什么？因为可能就从前世就可以看出来他有没有那个能力啊，这样的啊。那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柯文哲啊，柯文哲。那柯文哲是中华民国著名台湾的著名外科医生啊，他是无党籍政治人物啊，所以他现任是台北市长。好，我们现在就是要讲他啊。他的元神呢，他是一只老虎啊，他整个宇宙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自己的宇宙开始，他第一次出现在宇宙的时候啊。他是一个老虎啊，他是在仙界啊，仙界是天堂那一界的老虎，这样啊。那我们继续讲哈。那他是他有很多的前世啊，那其中一世我现在讲的都是在地球上的啊，其他界的我就不讲哈，这样。那他做在人间的时候做了一次周文王哈，周文王出生在公元前1152年，是商朝末期父亲忆力功高震主被商王文丁弹劾然后囚禁之后终于饿死，然后文王继位，就是他继位以后为什么西伯，然后这实行裕民政策啊，国力是那个日盛啊，因为他用了这个太颠跟散宜生等人这样啊，那但是为又被天子纣王所嫉妒什么的啊，对啊，所以那我这个不是历史课啦，但是我是告诉你，他有一世啊，他就是做这个周文王啊转世哈、啊，这样，那你就看看自己周文王的历史这样啊，你就知道他以前做了些什么啊。那在明朝的时候，他是那个朱元璋的第四个皇子，哈，他生日是1360年5月2号，哈，这个靖难之役啊，靖难之役是什么？靖难之役是朱燕王朱棣啊，以那个靖难为名呢，而发动的篡位战争啊，所以怎么样？就是他的时机到了，所以他就那抢到那个时机，然后他就夺了那个皇位，哈。那他对这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那个这所有资料不是我个人对他的意见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啊，而且我对他没有了解啊。但是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宇宙记录器来的啊。那宇宙记录器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我一定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宇宙记录器。宇宙记录器是上帝发明的。好，那为什么上帝发明这个？因为那个整个宇宙太大，好，那很多事情发生，那他一个那个佛，他没办法就顾虑到所有的事情啊，那所以呢，他就发明了这个宇宙记录器啊，它自动记录系统啊，就是发生什么事呢？他看这个宇宙记录器的记录，他就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啊。那这个宇宙记录器呢，也会。那个记录很多人的前世啊，那这个是一个记录系统，还有一个记录系统就是每一个人的脑袋上呢，还有一个记录系统可以记录到你从宇宙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记录，一直到你最原始的记录都有的啊，是你自己的一个记录都有的。那我现在查的是从宇宙记录器看来的啊，那要怎么去查？要灵魂出窍的方式去查啊，然后就是像看书一样这样哈。然后我改天再仔细讲宇宙记录器长什么样子啊。那宇宙记录器只会记录最真实的情况啊，这也就是很多神呢他们在看的东西，而且这样可以知道，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人的前世啊，什么一大堆啊，就通通会知道。那宇宙记录器那现在还有讲说对这个人的评语什么的啊，就比如说这个就是，
所以这不是我个对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从宇宙记录器看到这个写他的事情啊，这样。那第一个，他不承认错误，不愿意承认错误。如果他犯错的话，他不会承认的。好，那第二个，他人缘广，可是少经友，什么意思呢？他很认识很多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很少。好，就是说就真正有那个真能实料的啊，真正会出手帮忙的这种朋友很少啊。然后他自己呢喜欢虚张声势啊，这个宇宙记录写的啊，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他夫唱妇随啊，就是他跟他的妻子啊那个感情非常好。然后还有这宇宙记录有写他是伪君子。伪君子啊，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那个他不认输的啊，就是说啊，他你要是跟他讲什么，他会跟你辩到底的。好，就是这样的啊。那宇宙记录器也有写说，如果他走马上挂有作为，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是就比较像战将，好、哦、像那个打仗的那个将军那种的、啊。他如果上马的话，他就有作为，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打个比方给你听啊，比如说，如果他真的做总统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作为啊，就是说，那但是他要上挂，就是真正上马的话，他才会有作为。那没上马之前就不会有作为哈、啊。然后还有他有一次是那个孙子的哥哥啊，孙子就是写那个《孙子兵法》的哥哥，所以那个习近平啊，那个中国大陆的总统，习近平在有一次是他的弟弟，就这样。如果你有看到我那个另外一个录影带，我讲习近平的事情啊，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总统啊，那你就知道他以前是孙子，那所以他们两个曾经有一次还有关系了哈，这样。然后这个宇宙记录器还有写说，一日为虎，终身为虎，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这个本性是他是老虎出身的哈，那什么意思？老虎就是常常会饥饿啊，常常会饿啊这样，然后就比较凶猛一点这样，然后他就那个比有力气这样啊这样，那他就是一日无虎，终身就是如果。就是说也会想要这种把那其他动物生吞活咽啊，这样是这个意思啊。他有理想，但容易遭遇嫉妒。好，这个解释的话，应该解释说，他是有他的那个理想啊，但是呢，他周围人呢很容易嫉妒他啊。那你就像他说，他有很多朋友，但是真正朋友很少，所以他会嫉妒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这样子啊。然后他做过李鸿章的儿子，叫李金芳。那李金芳呢？那因为这个不是历史课啊，所以我不仔细讲啊，这李金芳做了些什么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查历史啊，李金芳他做了些什么？他那是明初的官员啊，企业家，安徽合肥磨店金肥东县人啊，是李鸿章的养子。那我查了电脑哈，他还讲说他还那时候还会英文，说他还出使那个外国哈、哦，这样当过外交官的样子啊、哦，这样，然后还有讲说他每个人轮回转世啊、哦，那有时候是男，有时候是女啊、哦，所以你这次如果不满意自己的性别的话，你不要紧张，你还有来世。对哈、啊，那个外表会变啊，然后那个性别可能会变，那唯一不会变就是个性啊跟脾气是不会变的啊，你那个从宇宙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你的脾气是什么样的啊，然后他做了一次的法官啊，那时候他也是做一个市长哈。啊，然后他也做过一次的苏联啊，苏俄的女人啊，可是他那时候是做一个县长啊，苏俄县长，所以你看他的智慧还是在的这样。好，这下就是最后了啊，他对于这个总统台湾总统竞选啊，他是想要参加的啊，那但是他的荷包不够
怎么说就是他钱不够啊，你知道那个竞选总统要很多钱的啊，因为那个那光竞选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还要请所有的人员帮忙啊，还有那个船票啊什么的一大堆，都所以要花很多钱，因为你要他的荷包不够啊，他的钱不够啊，所以他在干什么？他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啊到现在为止啊，我看一下电视，他就说他好像还没有说宣布他要不要竞选，对，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有人帮他，对，他在等就是说等人或是一个机构啊，或是什么团帮他，好像他是那个无党派，那无党派他又比较吃亏一点啊，这样。那所以呢，他的荷包不够，所以他现在等人啊，帮他这样啊，就是一团人啊，或者一团的公司啊，或者是这党啊，这什么的啊。那所以他荷包不够，所以他走马竞选的话会有条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钱不够，所以如果人家要帮他竞选的话，他也会开一个条件，他想要什么这样子哈。这是宇宙记录器写的，不是我写的啊，跟我没关系啊，我先声明这一点啊，我是在宇宙记录器啊看到写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可以为人民作战，但不能为人民造福，什么意思呢？他可以，比如说啊，你叫他去代表那个中华民国啊。台湾去外国辩论啊，或者什么啊，或是说要防卫台湾，他这个没有问题，他因为他是个战将哈，那但是他不能为民造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智慧啊，还有他的那个他自己本身呢是有一点点自我中心的这样。那所以呢，除非他像那个前面讲的说周文王那一代啊，他有用了请那个名士啊，就是说那个经济学家什么的啊，这样一组人来研究的话，那他就可以为民造福啊，这样。那所以呢，说如果他自己本身的智慧的话，他是可以作战，但是不能造福的啊，除非他去网刮一些那个经济学家，这样就有办法哈。如果他有那个心的话哈，那这个宇宙记录器还有讲说他一生平平啊，这样，然后还有说他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因为他那个钱不够。好，那个财产不够的关系啊，那但是呢，如果有啊，那个机关或党啊，或者是谁任何一个什么啊人啊，或者什么啊，那个有钱财力很够的帮他的话，他就有办法做啊，这样。那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这个可以帮助台湾的朋友啊，可以有一个看前世的一个方法哈。那我要声明的，这些不是我自己写的，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哈，就是从宇宙记录这样写出来啊。我自己看就是说，我那个都这个字都很公平啊，都是宇宙记录写的这样。那好，可以作为你一个参考哈。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哈，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超灵异的事情啊，还有超这个人间的事情哈。那也请你看我其他的影片哈，我已经有超过200个影片在我的频道上哈，所以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哈，请你看我其他影片啊。好，祝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啊，我还会继续讨论其他的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啊，或是说还没有竞选但是声望很大的，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讲哈。好，谢谢你，好，有个美好的一天。